我不会录到你，他只会录到我。OK， 好好，没有没有。因为要怕你赖账。怕我赖账。我都是立刻挥好的，我的毛笔字还不错看哦。嗯，我想一定。这里你摸摸看，有一块钱。哈哈。所以你如果怀孕的话，成功要给我2块钱。没什么问题。我先写一个孕，不错吧？看了就开心，就有信心了。第一个，我先把这个糖果放进去，祝福你先放2颗，搞不好你可以放。你如果两，祝你成功。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满满抓一把，哇，狠狠抓一把，一大把一大把，顺便给你儿子吃。手很大呢。对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哇，你这个还不是我病人最多的，因为这个病人送的，所以我不会心疼。那台语有一句话讲“假丁心咬心”，所以都吃，你先生要吃。记得，我们假如12月17号主日的话，就12月27号就愿意，所以我大概圣诞节前后，就会给你1块钱。啊，另外，如果你愿意成功的话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如果跟先生有空，12月24号，我们二楼这边会有。